空气污染影响我们所有的人，它可来自各方面。它可影响你身体每一个器官，从你吸的第一口气到你的最后一口气。你可通过以下五个简单的行动来帮助减小接触空气污染的机会。繁忙道路周围的空气污染最严重，即使远离它们很短的距离，也会产生很大的区别。鼓励您的家人多步行、乘自行车和滑板车，车内空气污染可能比车外更严重。注册空气污染预报警报，理解何时对你来说要采取避免污染的行动措施。如果你需要使用汽车，请要求司机在汽车不动时关闭发动机，保持室内清洁，使用无香料、低化学成分的清洁产品，遵从简单的步骤，可以阻止空气污染积聚在你的家中。通过采取其中一些行动，你将有助于减小接触空气污染的机会。减小接触空气污染意味着更健康的生活。欲了解更多详情，请浏览我们的网站。